小姐吗？黑摇骰子的怎么样？黑色象征着威望、高雅、低调，还有创意，同时也意味着执着、冷漠跟防御。黑色一般是高管还有专业人士最喜欢的颜色。像这样的人，他们都是肉食动物，处在食物链的顶端。黑色外衣之下隐藏的是具有强烈的攻击性。老贺，谈恋爱呀，你别用脑子，你走点心行不行？相处即是缘。麻烦您快点过来，老板，谢谢。就上次是你最失望，上一波那个，好的，老三，快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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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散一散，散一散，人群密集，不利于救助。告诉你，耽误了救助是要追责的啊！来，散一散。建议去趟医院吧。啊，这点小伤，没事儿。好，谢谢啊。没关系。Thank you.